怎么做呢？我们接下来就会分享怎么，我只会讲用我们的语言来说，就是够力喽。够力。还得讲西北够力。为什么？它是很多绝大部分的领导人的启蒙老师。市场上的经验非常的老道，当然也是小弟我的老师，也是所有总经理的老师，也是很多前台领导的老师。能够被成功的人，被一些冠军称他为老师，你觉得他有多厉害？刚才我说了，用结果来证实的。每个市场只要它有趣，那个市场就会爆。它不是做起来，那个市场它就会爆。所以如果说在台湾，小弟我过去的这么多年的在台湾这个旅途，他就是背后的那个老师，两个，一个老板，一个是他。所以很多里面的做法，里面的解决问题的方法，里面的所有一切都源自于他。那最近呢，他为了想要摘苹果去一个更高的位置，每个时刻都挖一个洞给我推我进去，我已经习惯了，我能够感受到，感觉上他有一点想要推我去一个更高的地方。我想趁着这个机会跟所有的人说，他就是我永远的老师。那借助你们掌声，邀请我永远的老师，我们立位国际的资深总监，他都便宜我。
我大部分的人，大部分的人在二十多岁那个时候有很多梦想，很多理想，而我们勤劳的，很勤劳的去找一个平台给我们自己本身，很勤劳的，而老板讲什么，我们做什么，我们在市场拼，拼了十多年的过后，发觉到不是我们勤劳都有用，有没有这个感觉？有吗？有。所以我就35岁那一年，我进来了直销这个行业。我进来这个行业那时候，我觉得又有找回一个希望了。但是，我如果跟到一个不好的老板或者一个不好的平台，也去回又中回那一个病，就是没有信心的病。所以当老板在找回我那个时候跟我讲，直销那个时候其实。坦白，我对这个行业根本都没有一点点的，我觉得是能够做得起的。所以当时候他就跟我讲了好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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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直销，我尤其是你们昨天所看到的那个最新的 Verdell 7，它不是偶然出来的。我当时候我见老板了，15年前我见老板那个时候。我服用的是第一代，那个本店，这是第一代，他跟我讲那个时候那个产品有多好，那个时候我今天想跟你们分享一下，老板跟我讲那个时候是有多好多好，那时候他拿那个罐给我看，我们医院卖出的就是这个产品叫本店，我拿出那个罐，我一拿出那个罐，他讲里面是有一粒一粒颗粒的，当拿住那个罐，你觉得里面是有颗粒的，你会做什么？很自然的，我就会拿来摇。但是我摇那个时候，我听到一粒吧，是不是有好多粒？它里面有一粒，就是你摇它，它咔咔咔咔声的。我问老板里面有多少颗？他讲有60颗，我讲我摇那个时候，他口口声好像一颗哦。他跟我讲没有，因为那个颗粒粘住了在一起，所以你摇那个时候口口声，我讲营养产品粘在一起都没可以。当时候他都跟我分享这个产品，这个产品帮了多少人，帮了多少人。尤其是今天我们站在这个台湾的舞台，不可以讲疗效。如果不可以讲疗效来讲，就很难跟你们分享。我也希望能够跟你们分享那个疗效。老板讲那个时候，我个人当时候老板跟我分享那个时候，我是100%没有相信他讲的话，你们也可以100%不相信我今天讲的话。他有多夸张？夸张？他有多夸张？他能够夸张到他在我的面前谈，我对住他讲。其实他还站起来，我们两个在一个 office 里面，我坐住，他坐住，他还站起来坐给我看。那个人测了那个疗效，他讲有一个人不能够控制他自己本身，当测了我们这个 body， 他能够控制他自己本身。我讲怎样不能够控制他自己本身？因为我当时候他跟我分享。这些见证那个时候我从来没有听过一种病是不能控制自己本身的，又有产品能够控制他自己本身的，所以老板就站起来，我讲怎样不能控制他自己本身？他讲我在谈课那个时候一路谈谈手又拿上来了，我讲枪拿上来，他枪拿上来了，他就是站起来做给我看的，我讲手不能够控制，还有呢，但整身都不能够控制的话，他好像在我的面前里面跳舞给我看的。当时候他做给我看，
我第一个在我心里面觉得，弯曲到骗到这么后面，如果我跟你讲，医学上已经没有一个方法能够帮到那个部分。哦，一个营养疗，那个时候宝宝生的，那个营养是免疫的。然后他跟你分享这一个见证，我想问你，你会相信吗？你不会相信，那你会相信对不对呀？哦，我讲老板可以打开来看吗？大家不要，这个是我的 sample 来的，大家。我讲，如果 sample 人家要买了这个产品，你做什么呢？哦，我跟三个很熟了。哦，就是马来西亚的001。他讲，当顾客要那个时候，欠了单，我们在背后咯敲，敲到那个一粒粘住的，然后给他闪了过后，然后我们给顾客咯。当时候我在烘焙老板的口店老的生意前，啊，他跟我们他跟我讲这一个见证，我第一个反应跟老板讲，老板就好了，啊，一个百分之一百相信直销的人，啊，让我。弄到我百分之百相信直销的人，然后你就丢掉我，现在回来跟我讲这个黏住这个产品又来世界第一，对吧？在我的心里面不要玩了，吃饭就好了，对吧？所以就开始分享了好多好多第一代的产品，到最后我也是问老板拿了一罐，而我自己本身就有服用。我那时候我有病吗？我没病，我什么事情都没有。他讲你试试看，你试试看。我真的拿了过后，挑了过后，我自己本身拿来服用。这个自己我是自己本身的感受，我是自己本身的感受。我吃了几天的过后，我吃了几天的过后，有可能那个时候有一个病，就是有一个没有方向，人没有方向的病。当人没有方向的病，没有未来，中了那个病，那个心里面很累的，你会发觉到吗？你会发觉到吗？你走路你也不想走，那个严重的那个病，那个你人没有方向，那个病你发觉到你每天都会很累，你心里面你也爬不了，对吗？尤其是晚上跟老婆在一起，那个时候跟睡得越快越好，那种感觉，那种病肯定。所以当时我自己本身在吃，我吃了过后，我吃了几天过后，我发觉到我弟弟比我早起来了。因为20多岁那个时候每次弟弟叫醒的嘛，对不对？我30岁那个时候有时候你叫醒他，他叫醒你，这样对不对啊？35岁过后大部分都是我们叫醒弟弟。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很奇怪，是不是那个我自己本身有休息的，我当时我自己这本身正继续的吃这个产品，哦，发觉到一样的，当我们没有了未来，哦，中了没有未来那一个病，我们心脏没有一次的这个产品也没有，奇怪，哦，所以老板跟我讲的，我一个都会想回来，开始想回，我想。我想给老板跟我分享的，因为立威开始了一年过后，其实我进来，所以老板就跟我分享了一年，他的过程，然后我自己本身几天了过后，哎，真的老板所讲的，开始我自己本身就回想老板讲我的每一句，然后我进来没有多久就出我们的第一代了，没有多久就出了那一代。然后就第二代，然后第三代，然后第四代。所以刚才 Tech 有分享到，我去到每一个国家都碰到他的包，不是碰，因为每一代出来，他出去别的国家，他都产生很大的价值跟故事在背后。那个产品。所以我今天不是讲我们去到别的国家有多快，我想跟你们分享。
当一个产品第一个产品和电脑的时候，我服用那一个时候，你问我来讲，我已经没有服用过这么好的产品。哦，第二个没有，我要跟你们分享，我要跟你们分享立越国际，哦，老板，哦，这一个人性。哦，第一个我想跟你们分享的，哦，当我觉得直销是不能做那个时候，他跟我讲，你在那里跌倒，你应该在那里起来。哦，我们做什么，我们都要给我们自己本身一个理由。不管今天你们听完了多好，如果我们自己本身不给我们自己本身一个理由，是没有用的。哦，我自己本身觉得，你健康也是要给自己本身一个理由，你成功也是要给自己本身一个理由，你要把自己本身做好，把家庭做好，你也要给自己本身一个理由。如果我们自己不给我们自己本身一个很强烈的理由，不管我们今天听到什么，我觉得都是没有用的。我所以当时候，我老板给我这个理由，你应该在那里跌倒，你在那里爬起来。当时候你不是笨的，当时候我跟你讲那时候直销是能够做的，当时候你相信，你有思考过的。但是为什么过了一年半两年，你觉得这个行业不可以？哦，我就跟他讲，因为埋怨开始埋怨哦，因为那个企业换产品、换价钱、换制度。对啊，他讲，因为他做的不好，而不是我们做的不好，所以他讲，我们在那里跌倒，我们应该在那里爬起来。哦，所以当时他跟我讲，因为我们认错了，我们自己问我们自己本身，我们是错的人还是对的？哦，如果我们是对的人，不管你做什么行业，你就能够帮到人。如果你错的人，你不管做什么行业，你也帮不了其他的人。所以他跟我讲了这个，而是我们是不是对的人先？如果我们是对的人，一切我们都能够做得好。当时他跟我讲了这个，所以讲归讲，听归听，对不对啊？所以就是有了我们的第二代，我也看住他第二代是讲出来的。哦，他出来那时候是哦，我要放这个，我要放这个。接近每一代都是不可能的事情，接近每一代都不可能的事情。比如我们每一代出来，我们都没有活的，每一代出来都没有活的。很多人就会觉得，哦，老板，哦，讲了这一个，然后没有过，是一个模式，是骗你们，哦，让你们紧张，然后过有了过程，讲不是，这每一代，哦，接近不可能做出来的，哦，其实老板要这个，我要这个，因为什么？因为每一代都有人在服用，每一代都有业绩，每一代里面都有不同的事情发生。比如讲好的事情发生，不好的事情发生，老板讲应该能够做得更好，应该这个放下去应该会更好，所以老板就教他们，我叫 IV 去看看，我这一个可以不可以，这个可以不可以，所以每一代我老板就增加，我增加不是为了看到某一些营养产品，我它的里面的好，然后塞进去里面，捏捏塞进，不是的，哦，不是讲哇，现在这个的好，我们拿这个塞进去，关键会更好吗？这个的好，我们塞进去里面，关键会更好吗？不是的，哦，是每一个下去了之后，哦，然后还要去看看，哦，是不是会更好我们的产品？比如讲这个机器带，哦，已经有很多被骂到，哦，眼皮在那边了。IV 想打电话给老板，哦 ，IV 自己本身都懂。有时候我见到他那时候，大哥，我想打电话给 IV， 打电话给老板，我叫你打电话给老板，不是，最近啊，电话哈罗就开始骂了我们。哦，我不懂是不是这么夸张？哦，有可能 IV 讲了这么多夸张，但哈罗就已经开始骂了。我讲有这么夸张吗？可能就是这么夸张，讲每一句话都错。我讲你讲什么话？我讲这个有可能，最有可能，或者其他的国家会有很大的麻烦，
都还没去到这里已经被骂了。我想跟你们分享什么？我想跟你们分享，当给老板发现到这个 ingredient， 就是这个成分，我放进去了过后，它能够帮到我们的，他不管什么事情先放了些，然后我们才一个一个去创，创大，我们能够，为什么会这样？所以当时候把第一代变成第二代呢？我问老板，现在还是业绩不错啊，我们还有很多吃的很好的。他就跟我讲，他提醒回我自己本身，大家你记得，你进回来那时候我跟你讲什么吗？直销是能够做的，不能够做，因为他们跟错了。所以我那时候跟你讲，我们是对的人还是错的人？我讲对的人，讲，如果我们是对的人，我们希望什么？我们希望那一个产品能够帮到我们的顾客，我们希望那个产品每一个相信我们的领导人拿住我们的产品，在市场它是能够记到你，它在市场是能够讲得到故事，不是我们自己本身我觉得这个好我可以做出来了，那些麻烦我推给别人，这个是老板第二代跟我讲的话，他讲不是我们觉得他好他就好，如果我们觉得他好，我们能够更好吗？我们能够让那些领导人能够借到更大的力量吗？让他们更有信心吗？我们能够做到的，为什么我们不去做？我们如果我们能够做到他们在手上那个产品在市场上能够见到利，这样多少人包括我们自己本身都是一样，不是我们不想成功，不是我们不想改变，我们没有找到一个好的平台，没有找到一个好的领导人，我们想也没有用，当现在我们成为他们的领导人，我们需不需要我们能够把我们自己本身能够提升，我们自己本身让我们自己本身做得更好，让他们进来更有信心地对待他们自己的未来。有时候我问一个产品，你讲这么大的道理给我听，对吧？你刚才问一个问题，然后他谈到人生，问一个问题他谈到借力，问一个问题他谈到市场去，对不对啊？这样你看，像我们今天在因为这个平台里面，我们跟对老板还是跟错老板？对，这个是不是我们想要的？这个是不是我们想跟的？这个是不是当我们一进来，因为我们自己本身的信心都满满，对不对？我们足够理由让我们自己本身帮助更多人，是不是啊？是不是啊？我说有时候我们在讲，虽然推出了过后，我有可能我的感觉，昨天我的感觉跟你们的感觉不一样。我看完了过后，老板坐在我的旁边，我跟老板讲了什么？老板20年了，我就是，老板就帮助我，他就不管我喂，我跟你讲，我认识你20年了，他又在帮助我，他又扛在舞台，我讲了认识二十年又怎样？我讲这么好的产品你没有给1万呢，那是平衡嘛，他有给10 less 吗？对吗？虽然他是第一名，他们是4年罢了吗？10年呢，第一名又怎样？我请看我为什么我会这样讲，因为我昨天晚上我听完了过后，我就觉得如果是老板讲的那么好，我们讲不要讲一定，我们讲如果老板讲的，如果你跟我的想法一样，我们的100%相信，刚才在听完 Celeste 跟 David 讲的见证，很肯定这个产品跟以往的完全都不一样，
全的不一样。我们到第六代，而我们还没有第七代，而完全都不一样。还没有到那个时候，我们立位有很多很多直销企业，而直销平台就看出我们这样做。因为什么？因为我们有好多领导人，从一到六改变了很多领导人的样子。如果七不一样，这样我应该跟你们分享过去的第一年来到十五年，我们真正的业绩做了多少业绩。因为什么？因为它会产生多一次，对吗？会不会？所以如果你问我第一代而来到我们的第六代十五年，我们做了多少业绩，算不到，应该是好多几百个亿，算不到那个业绩。你看领导人现在拥有的东西我们就懂，如果真的要把那个数字算出来，它是好难，因为要问 IB 而坐下来每一年再看，我们才能够看到多少年。如果第一代到第六代十五年它能够产生这个业绩，这样我想问你们一下，它完全是不一样。这样现在开始我们需要用十五年，十五年前、十四年前、十三年前，每一个领导人还是站在舞台，我们四个老人，四个老人还看到好多好多好多老人，我们讲讲我们做得多好，我们还在十五年。十五年后的今天已经不一样十五年前的那一天。所以十五年的一个业绩我们需要用十五年来做，我们已经不用十五年来做。而所以有这个可能，有这个可能，我们2024年我明明做到老板昨天所讲的我们的目标。所以昨天我坐在下面在看每一个领导人在表扬，我真的有去看看每一个领导人。如果在这一年半里面，如果我们能够做到，将有多少人因为 Birthday Seven 他能够帮助更多人拿回他自己本身的信心，或者得到他自己本身。一年半过后，2024年，而我们有可能在12年，当我们站在这个舞台的时候，每一个领导人在分享的时候，还分享我们要冲世界第一，或者我们已经做到了，应该我们要以世界第一头衔。我说，不管今天第一次听到的，或者我们自己进来了，而50-50试试看的。我觉得这个时候我们要给我们自己本身一个足够的理由，而足够的理由让我们自己本身100%的相信我们自己本身的领导人，而相信我们自己本身的团队。而他不是讲需要用了10年，他只短短这一年半里面。今天立威不是没人，立威有好多人。以前立威有的就是几个老人，那十五年的过后，我们有一群很团结、很友善、很有冲劲的领导。我们真的需要给我们前排的领导人一个热烈的掌声。在下来的一年半里面，我们可以给外面的人开玩笑，但是我们不要给我们自己本身开玩笑，因为我们用了太多时间给我们自己本身，
一个画面，那个画面有可能都实现不到的画面，让我们给我们自己本身的一个理由，让我们每一天这样活下去。今天我们有缘分来到Olivier国际这个平台，给我们自己本身一个理由，用一年半里面成就我自己本身，让我自己本身的家人过得更健康、更幸福，我们做一个更孝顺的儿子或者女儿。好，我们讲到这里，谢谢你们，好，也感谢。各位领导请就坐。致富的分享就是不一样，对不对啊？能够提醒我们很多事情，是不是啊？所以再一次借助你们的掌声给我的师父，谢谢你们。是不是很多？是不是很多很好的东西？对。是不是很多？对。你相信吗？今天、昨天到今天。昨天到今天，你们听到的、看到的、感受到的很多很好的东西，可能是在某些专利上、产品上的提升，可能在整个环境上的提升，哪怕你看到、听到某些领导人分享，它只是历练国际里面好的东西的一部分，因为如果每一个把它讲出来，根本讲不完。还有很多很厉害的妹肯定厉害，非常了不起的大奖之王，很厉害的领导，叶桃林厉害，周林厉害，都很厉害的，非常了不起的领导人，前排的领导人厉不厉害？都很厉害。如果每一个邀请上来的话，可能不单是午餐，帮助到晚餐也要帮助到。所以你们所看到的只是冰山一角啊。所以不要说我太多好的东西使得我们反而感觉好像没有什么感觉一样，所以要给自己一个本身一个这样的机会，也给公司一个机会，要看到一点东西。哦，还有这好像昨天的表扬大会，它只是 VV 里面系统里面的会议的其中一个，我们还有领袖培训会。下一场领袖培训会由三位资深总监阿东、艾迪还有彭佳巡回分享，在四个地方。各位他们是谁呀？神一般的人物啊！做巡回分享在四个国家，明明不是没有人才的地方，很多讲师、很多了不起的讲师也很多人才。不到今天，他们依然站在前线上面，带领着我们每一个人，在前线一起去打拼。找不到，你绝对找不到。九月的高峰会，老板亲自每一场巡回，这样去跟每个国家，希望能够帮助当地的领导人更多，可以给他们更多的资源和启发。亲自巡回七个地方，九月满档，巡回完高峰会议又是到九月的，希望能够给予比比例更大的价值，亲自去表扬他们。太多了，讲不完。而这一切的一切，在 VV 里面，各位免费。所以希望你们能够看到、看得到公司的东西，给你自己本身一个机会，也给公司一个机会。那么我们合作愉快。那今天的会议到此结束。那么小弟我的名字叫陈家辉，目前担任 VV 国际的培训总监。有一天我们高峰相见，谢谢你们。